您说，有举手的。当然这么多人问这不合适。姑娘问你，姑娘问你想我了吗？我们啊啊，想你想你们了吗？是不是？肯定想你们的呀！来哈尔滨就想的就是观众，真的特。谁？我听哪个姑娘嘴里来这么一声啊？不信都掏心窝子了，肯定想你们了啊！让后边让我干什么？你俩有点相近。我来这儿，我还来到哈尔滨，我还真不怎么敢唱，因为说实话，觉得这东北唱歌好的老百姓太多了。哎，比别的地方还真是，真是啊！就这块土地出的这，甭管是什么运动员呀、歌手啊，什么都比其他地儿多一些。演员比较多。这块土地特别养育人，所以在这儿我不敢唱，我怕唱来不好听。来吧。行啊，行。来来什么呀？浮夸就算了。这都唱过了，还有什么有什么没唱过的吗？小雨，唱一浮夸吧。我清唱两句啊。嗯，得找找调啊。要唱毛病了，你可别骂我啊。差不多，大哥，从七点喊到十点还怎么着啊？一大早上当这么多姑娘喊睡觉睡觉，你烦不烦？谁敢睡觉？睡觉吗？这退票，退票啊！看上唱还浮夸啊！我也唱睡觉啊，浮夸。我老怕一开口就不好唱啊，就不好听。嗯。有人问我，我做回港，但是无人来。我期待到无奈，有话有讲，答不到装彩。我的深情又葬尊该等别给海，嘴巴可再扬青苔，眼求你与文静与病得把手里踩，自己又搞出意外，睁大眼的高空，任何地方与上海睡眠台，做最新的三不沙分感慨，有人来拍住要记住插袋，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是木头是石头的夸得到注意吗，其实怕被忘记，疾风带来烟吧，很笨眼怎会有红霞，世上还赞颂沉默骂得都爆炸，怎么有话题让我跨错大雨落家。挺好听啊，自己都感觉到了。然后差不多了啊，这太比不拍还尴尬了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浮夸。那什么？能跟甜甜合作吗？能跟甜甜合作吗？当时我搭档问我这问题是不是作死？能跟甜甜合作吗？啊，都大伙都比较喜欢。我能会给玲珑出演。可以。怎么还砸起来了？我听后头。我来吧。您来一个吧，唱一个小曲小调，大伙儿喜欢听。叫樊甜甜来一个。这样吧，你啊，你唱一个，我去叫小凡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咱把酒海叫上一块儿唱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先去人唱。啊，那酒我唱一下啊，给他们个时间。唱一个那天不是那天，行，唱一个。唱一个评戏吧，那天在天桥唱一回，可能有没赶上的是吧？啊，今在这再唱一回吧。好。前功带啊。好。会唱咱就一块唱，尽量咱把它唱完了今天啊。好。并非是儿臣一小犯上，有一辈古人也作比方，楚庄王有道世人正，四京安静守封疆，贺功臣设下了太平宴，君臣欢聚饮琼浆，
直到在黄昏星月将秉烛辉煌照殿堂，徐娘娘，徐娘娘敬酒见台上，忽然间狂风吹灭烛光，小将唐娇饮酒过量，他顺手牵袖放轻狂，他顺手牵袖放轻狂，徐娘娘则应敬小将，他就顿不低演奏庄王，庄王命文武把官英则去，先饮杯中酒，然后秉烛光，他在则应会上放小将，我是知心未损伤，到后来庄王伐郑带兵西上，那唐娇舍命保家得信仰，不是君王海量怎得小将，保朝纲前朝古今朝是俱是一样，我的放皇父明剑细思量，今朝要斩你就将儿斩，留下秦营保大唐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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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主要想听谁？甜甜。我听我唱，怎么怎么着？不是不是，你别着急，你都听不清，这丑的先说。你别有的啊，想听甜甜。咱说实话啊，这个唱不是说不给大伙唱，咱说实话，我们台姐，你要说唱个流行歌啊，都很正常，也能让大伙听。咱别都给歌厅唱，咱怕的是什么？您知道吗？怕的是什么呀？就是说，你比方说，您想让我唱也行，让九海唱也行，让小凡唱也行，我们歌就出来唱完了，就唱那么两句，没什么意思。为什么呀？您比方说，咱说你要说就为听一歌来，谁来德云社呀？你说是不是？我不用去 KTV， 我在家里我来酷狗音乐，我来一个什么的，我听人唱多好听啊！所以我们尽量呢，唱完的时候啊，有点包袱，或者大伙一起热闹热闹，对不对？唱完打一架去，别着急。一下都不行啊！一会儿呢，把他们哥俩叫来，他们哥俩就在那商量呢。你看那个嗡嗡嗡的，跟苍蝇似的啊！咱们再聊会儿天行吧？给他们哥俩时间啊，有什么想问我们的问题都可以啊。会给玲珑珠演吗？我听不太清。会给玲珑珠演吗？什么？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你是那边说什么？你伤口好了吗？我这伤口好了吗？您是问哪个伤口啊？心里的伤口吗？是我们说过这个伤口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已经没事了，很浅啊，很浅。是有的观众不知道，这是那天我们俩哥俩演一个作品啊，就差点儿拿扇子，拿扇子打我，不小心把这扇子都插进我脑袋里了。扇子心疼呗，啊，不是，他一直是属于比较稳健派的捧哏演员，比较你看，把桌子往这儿一放，对吧？啊，两个手就在这，他很踏实。但是那天呢，也差点把桌子抢走了。他也是那天出点小事故，所以受了点伤，不严重，已经没事了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会。宝贝儿，您说什么问题？把这个啊，没有问题吧？我就知道你让我尴尬。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你。哦、这什么意思？多大了？这姑娘看不清。不是小宝贝儿，小孩儿。小孩儿啊？是不是？还说喜欢我呢。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你了？你别闹，你当着那么多人我喜欢你，你不看得长这样。真是不会说话。开玩笑啊，开玩笑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会给玲珑珠演吗？什么东西？记得，你是上回听相声那位吧？绝对不是听相声，知道吗？好像上回打过了。后台这张我给签名来着。哦，你是送奶茶那个吗？那天后来特别尴尬的一件事情，因为观众有时候老送这些东西嘛，说特别感谢啊。那天我们在天桥演出，我一进后台呢，茶几上放着两杯奶茶，小凡再喝一杯，茶一会儿再喝一杯，
他面前放了一杯，啊，不是怎么着来着？哦，对，他面前他喝了一杯，小凡坐在这儿，小凡面前放了一杯奶茶没开，我一想没看知道了，观众送给我跟高老师的，我现在特别棒，好多观众都喜欢我，对吧？他这么喝，而且我一看那天他不喝奶茶，平常。因为他平常他不喝奶茶，你让他买他都不买。那天我一看他喝不了什么，因为观众送的，我估计是啊。一会儿演出演完出来，我一下来看见樊君临在说樊萧堂，看见樊萧堂在那喝奶茶呢，我上去说你放那儿，什么都奶茶了，我大的抽你知道吗？哥，这是你的粉丝给我跟酒池的。老脸呀 啊！26岁的老脸呀，跟19岁，不好意思，孩子，喝吧，喝吧，喝吧啊！啊，这是上回你送的那个吗？不是他，不是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真尴尬啊！有举手，你不用举手，老拿你们哥俩当人，不用不用，你就站起来就问，就问。你这次还是穿拖鞋来的吗？你哈尔滨大哥，哈尔滨大哥听得懂你说话，要问吗？拖鞋，对不对？能穿拖鞋吗？哦，我当时知道有人问了，很老了，我觉得真觉得。明天降温。明天降温。能降几度啊？明天几度啊？8度。我们家冰箱才几度。我带这个带了。明天晚上我跟九海们就回北京了。太冷了。啊，我俩明天晚上回北京，陪着伦哥录《欢乐喜剧人》。行，差不多了啊。我们陪着个路换了几句人，我们俩坐在观众席上啊，因为观众席负责投票嘛，对吧？结果我们师兄弟全去啊，全去。师傅把票都已经给我们包了啊。张鹤伦最后的战绩会是100-0啊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最后是录欢乐喜剧人，这个具体的是什么我不能跟各位说，但是确实是录欢乐喜剧人。明天晚上我们演完了，我跟九海就是回北京，然后周四录，周五九海就回来，九海周五能演，然后我周五去厦门跟他们哥俩啊，我们哥俩有场演出，然后周日再回来，然后周日那个票到这儿我得说一句啊，这个这两天好多观众都私信我，有没有？我先问问有没有买的周日下午场的票，有吗？买了。你这票转出去了吗？转。干嘛要转呀？我先说一句啊，这个活单子首先说是出现一点小的这个差错。周日我们俩先开始是定的是周六周日下午到哈尔滨参加晚上的演出，原来没有加场，但是呢。请完这个假之后啊，周日下午临时给了一个下午唱，那么这个节目单就以为我们俩周日下午也能演。3点，我们周日下午3点到太平桥机场，然后这个我跟桥，我说完了吗？我们哥俩下午3点到太平桥。但不是，不是，我俩下午3点到太平国际机场瞧一瞧，说能不能赶紧回来啊？3点到机场，往那儿赶，我们尽量往回赶，只要飞机不晚点，按照这个时间，我们俩应该是能最后还是能上来的啊。所以说这个，首先说跟各位说一声对不起啊，对不起这个票，因为确实不是，就是两边协商都有些错误啊，都有些错误，我们尽量往回赶，这样往回赶啊，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啊。行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账单什么时候说呀？这周日活单子也出错了，这周的活单子都是这周的节目单，应该是下周的。我说了这周日演女招待，是我一个新活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没买票，你就别看了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要，那我怎么单独给你演一段？行，那就不便宜了，咱说实话。你们肯定不开片了，你知道吗？周日演那个女招待啊，这一个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新的段子啊，但是一个传统活啊，没少改编啊。周日咱看吧，行吧？还有什么吗？什么时候去演？啊，您等会儿什么东西？您说这边。这个问题问不是。下周啊，下周2、3、4、5在。周六日我们回北京，周六日回北京还有场演出啊，提前说了啊，还有什么吗？哦，怎么着？我永远不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微博认证了呀。他不没发了吗？
在台我不知道啊，姑娘。一会儿我给他认账，他就给我惊吓了，还是干手机来了？他能给我发私信来着，说那个我得认账，你给我帮个忙啊。他都爱的谁了？你爷爷高建海、张白。啊，你看他从哪个出去，你就不搭理他了，你看看。啊，对，你刚才问什么？我们都没有接到通知呢，应该比方说，30号有演出，我一般15号接到通知，啊，所以他提前半个月你再问吧，到时候花时间，对，反正到时候现在你消息都很灵通，也不用问我们啊，是吧？也不用问我们都是最后知道消息的啊。去年是前年谁来着？轮哥那个专场助演去，啊，观众问，九兰，你真要去给轮哥助演吗？我说我不知道啊。然后你等两天吧，然后他说你等两天吧。到最后等两天，我还真等来了这个通知啊，通知。现在观众就比较消息灵通啊，消息灵通也是啊，真是这个什么都知道。可是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真看不见二哥这个小嘴，不让够了他们。说吧，让他说，就等着，多好看的姑娘啊！什么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一直这样，小小子啊，小小子啊，带着爸爸来的吗？带着，在下面啊。那不跟你聊了啊。周日就回来啊，周日就回来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蓝牙定场诗吧。不行。来啥？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来一个就不知道吗？一大老爷们还知道定场诗这事儿啊？定场诗这事儿说清楚了啊！再过几个礼拜，我打算再演这么一回，就封定封箱了，就一回，就跟你说啊！等我说完了啊！最后我也没想到是哪儿的，因为我最近实在我都定好了两个礼拜一个新活，两个礼拜新活，真是挺累的。咱说实话，但我也挺高兴的。为什么？咱说观众朋友们来剧场就看一心。还看人的多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是看人的多，你老演这段人家也不爱听，您说是不是？你说能让我往下聊吗？我紧着往我这方向说，他们非往回瞪。你说其实爱看人对吧，你老演这段一模一样词，大伙也不爱看了。我尽量是啊，你们爱看，我得对得起您各位这张票钱。你说你280，你看一打灯谜，哥俩演完了，你明天还280开大灯谜，还200开，你一个月280，天天干大灯，你们出去该骂街了。这帮孙子什么都不会，就会大灯谜，对不对？我都听吐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我不是没在后台偷摸的偷窥过你们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投了演这些节目，他们都玩手机，你知道吗？你抱一个冷丁的，你午睡的啊，感觉他们都看腻了。所以我尽量，咱就是干这个行业的，就是相声演员，我也喜欢相声。多来点新的作品，让大伙看一个新鲜，看一个新鲜。然后，但是咱说实话，确实挺累的。你这俩礼拜吧，你得打印这个词儿。今儿下午吗？今儿下午。哎呦，我都气得不行。我们住宿那楼底下有一网吧，我充了200块钱，会员嘛，充200块钱送200块钱网费，用400块钱。去年封箱当天充的，今年那倒闭了。你有多少钱？你有钱？你想想，就楼底下那新华网咖，你楼底有多少钱？你得5万，我疯了吧，中了！你100多总有吗？那有，总有100多。哎，我一去疯，我一关门，我透过玻璃往里看，沙发都没了。我不为玩游戏，我不为钱，我打字去呀，打字去。好家伙，我一搜旁边有一网吧，我还约一小蹦蹦，不是约一小蹦，就是打一小蹦蹦。我有钱，我打那对带暖气的蹦蹦。你没让那个暖气给你熏着啊？哎，5块钱打到那个网咖，好家伙，一进去之后，好家伙，我看那个沙发，那沙发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跟那墩布一样。我就坐那，我打字，旁边全是撸啊撸啊，这是那个英雄联盟啊，这那的，个儿都看我这大哥这专业呀、啊。字啊，我也不停的，我得打字。我得改，其实说背词儿不叫事儿，我1年上台干到今年8年了，我觉得背词儿对我来说特简单，你来一新词儿看2-3遍，我就大概能自己默一遍。但是你得改，你主要得改，你得符合现在的时代，对吧？所以我尽量啊，学评书这个是我打算过2礼拜再演一次，再演一次就是不是都准备被憋我来的，是不是？嗯，
再演一次啊！你们使劲憋，我看能不能憋住了。如果憋不住，就我赢了，以后就不演了。如果你们赢了，以后也不演了啊！最后一次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了是不是？明天多穿点，别像九零一样流鼻涕。哦，他俩那流鼻涕是在这儿那个，不是，啊，是年后是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哦，我以为你说什么？哪个？就是这个。在哪儿呢？前面。这儿。啊。那么脏啊！你看。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人都准备半天的，没有，没有了是吧？好，我们请我两个师弟九海跟烧糖啊，上台。来吧，站中间，站中间吧。上一个表演来了，来，我知道。甜甜，甜甜，小凡别害羞，别害羞，对对对，来啊，站这儿，这个。唯一一个捧哏的，你给弄得干干净净。没有办法啊！哎呦，我们仨都跟你捧哏，真是啊。行，这个大伙儿想听你们哥俩唱一个啊！你们想听谁唱先说？甜甜，来，唱一个小凡，唱什么？唱什么？你们点吧。咱们听点新歌行吗？去年风向在跟疯子似的。真的啊，因为这个歌，说实话，我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。你说。挺难，一会儿挺难，以后不卖他们家三口票啊！别说大南，他非得他一个人唱不了，因为老提人家大家耍难。你们点别的啊，点别的不唱这个。行。风向了，随便挑我。行吗？随便挑一个，就年轻的潮流的都行。什么那个打球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说人名字，打死你！点随便点，我刚差不多。后来啊？后来太老了吧？这姑娘八几年的姑娘啊？姑娘听我的，出门往这边走，新闻电影院。这比我岁数大是吧？还有什么吗？对，咱们能来点，你们点，你不要逼死的好不好啊？这样吧，我点一下行不行？啊，小凡给来一个薛之谦的歌。好。薛之谦的，来吧。薛之谦唱一什么呀？薛之谦的，再来一个。点什么？我跟你一块儿唱，好不好？好。去。好。等会儿，你求签完了，我先听听。哦，哎呦，我没走了，没走吧？好了好了，来啊，来唱吧。啊，好，没有。来吧，唱吧。还要生日啊？你还要我怎样？绅士不会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刚刚好。我不会那个，你还要怎样？我不知道怎样，你知道吗？绅士吧，绅士。演员也行，演员，绅士吧。绅士，绅士，行，你起头，我起头啊，绅士，我起头啊。头一句是什么词来着？头一什么词？简单点。请，那是演员。头一什么？头什么来？头一什么词？我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是这个啊。嗯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要下雨了。下雨这就是你唱的是吧？对，好好唱，好好唱。出声吗？后边我不会这么唱接触歌的。那你从哪儿唱？你能给我只左手牵你到马路那头吗？我会像以前一样看着来往的车子啊。反正我们的气关键时刻掉了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唱多歌戏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我没词，我真不会。如果感情会真，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别的路呀，后悔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危险的样子你确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
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这都是跟张老板一起唱，这么着，今天成跟成哥咱俩合唱一个，唱戏，啊，啊，唱唱戏吗？啊，他们你们唱流行的，我们来一传统的，可以可以来，咱们来一个，那我们唱完这个，那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哪儿到这儿了？这么着，咱俩来一个党亮，啊，我唱前半拉，您唱后半拉，我一停您就接，是，尽量啊，尽量啊，是啊。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欲则把香啊烧，关公犯罪刘备啊报，豪杰犯罪怎能够饶，小小回应速去报，就说老爷放了不教，提刑剑把头削，一腔热血咋正啊跑，好汉英雄辜负了，汗马功劳一旦抛，江东桥前恩重义好，留下了美德名在万古飘。还来一个吗？这儿吧，是吧？我们怕这么下去有点尴尬，对不对？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吗？有词儿还是好点儿。要不是你别问丢人家的，那唱不了词儿。啊，还有想听什么吗？不是不是，不行不行，点我们会的好不好？有吗？骂错了好吗？什么东西？太平歌词。太平歌词，你让他俩来。刚才不就太平歌词吗，姑娘？还没。还没听够呢，下周六他有白唱太平歌词。小芳，唱吧唱吧唱吧，爷们儿叫小芳，叫不不不叫不叫不叫，爷们儿叫张九南，知道吗？从来没有叫我叫小芳啊，爷们儿叫张九南啊，还有什么吗？你就逼我们死呗，明儿就让九重他们哥四个演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还有什么吗？什么东西？好，太棒了，点了一个最简单的啊。十三香，我也想唱，那你来试。我好什么时候唱啊？十三香可不简单，咱拆一个，咱四个拆一个，真的拆一个。行，拆一个。我跟你说，哎，这视频发哪儿丢人，你知道吗？说哥四个拆十三香。这么着，这是咱你知道吗？能哥，这么着，说到吆喝了。十三香，你们谁来一个？我来一个卖菜的。你来卖菜，我来卖菜。我还是来流行歌，好吧？啊，咱们都来平常，咱都来吆喝的，都来平常不吆喝的，行吗？我去，就是，哎，平常不吆喝，嘎嘎脸。哎，看这个算一个，这个算一个，这个算一个，甜瓜嘎嘎甜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，有没有？该你了。上什么呢？搁这儿？土豆子这有什么？你这没有甜呀？有吗？平常不要的。怀柔有力，转炉瓜子儿，现炒现卖。你在哈尔滨说怀柔有力？姑娘，你知道怀柔是哪儿吗？九二。姑娘不知道是吧？怀柔是北京啊，是北京。你唱一个，你要不要？平常不要的。那我要卖菜的。行。咱们说平常不要这卖呀，新鲜对不对？对，平常不要卖菜。我是不是已经完事儿了？别要了，别要啊！嘎嘎已经完事儿了，就算一个。哎，我算一个呀。那个卖针那个，卖针，你又紧张。那你自己挑，我来就卖菜吧。卖菜，因为平常我不要卖菜，都是他们逗哏的这边。可以，发逗哏的，可以可以，是吧？今儿就不能让他们逗哏的再吆喝他们常吆喝那些个东西。我怎么感觉这什么东西这么惨？这是给我的贡品。我给你磕头了。你想想啊，平常不吆喝的，你就赶紧弄吧。你说你这样聊天，他们聊他们俩。你来吧，对，来吧，你俩看着我啊，来吧。嗯。叫什么词儿呢？香菜。对对，香菜。香菜大葱。没到
香菜辣青椒，哎，高葱嫩青菜，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芹，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，那里儿的香椿的蒜儿的好韭菜。这儿，那你点一个，我们四个一块唱一个，好不好？香你看你点那个，要不是他们不会，要不就我不会，要不就我不会，要不就他们不会。还有什么吗？卖药糖啊！来来来，卖药糖少咱会吧？谁你会？你会行？别生气。还有什么吗？画扇面啊！画扇面得九成来。又我来。还有什么吗？还是画扇面。什么？地理图那是唱的呀，姑娘，你唱啊！出北京得胜门，唱一个什么呀？唱一个我们咱俩再唱一个吧。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，那你俩唱，你俩唱，我们就唱不唱？就那可以。那刚才小韩说要不咱他唱一十年的也行，哎，行，十年行，行，我就怕他词儿下不来，他没词儿，他也会十年，他也会。他会，他十年前会，这十年前会，来一个多好啊！不会，那我们仨唱一十年吧，行吗？行，咱仨唱一十年啊！唱十年啊！那我得拿词儿。哎，那你跟九成一块儿来不得了吧？别的啊，咱会我就张嘴，咱俩来，那我们俩唱头一句吧。行。十年之别这样，那什么你别唱了，你这唱完团底了这个，来来来，唱吧这是。我们就你如果对于明天你们俩来啊，来好啊，来大伙来，一二三，你唱茄子，一二三，茄子。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，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。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，一边享受，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，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，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，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